天女服毒了，快给朕拿解药！朕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，解药朕只会给你喝。把这个东西交到四爷手上，薛国娘拼死给四爷的。解药就在斯帕里亚，快交给军医，你清水化了，救四爷。怎么回事？率领七国鬼面骑兵杀入我军阵中的乃是兰陵王高长恭，还没死是你干的好事吗？你永远会是朕一个人的天敌，你没得天下，肯定是朕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，兰陵王。